感谢哈，咱啊林夫人啊理事长，林夫人董事长哈，咱锦松理事长。一群穿着蓝背心的人穿梭在阿公阿嬷的共餐活动当中，特别醒目，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。长辈们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立刻协助，也成为这场活动中一股无形的力量。脸书我是永和人社团串联网络的力量带进社区，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加入服务的行列。那我们今天热心服务队来了20几个人哦，那我们都非常热心，那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也希望说可以更多人，更多有志青年一起加入我们热心服务队。来，做服务收获的比付出的还要更多，也让这群热心服务的网友愿意拉近更多的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，一起为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。就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可以帮助别人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很开心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参加就是已经一年了，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来参加，就觉得很开心。对，除了网友将网络力量化作实际付出之外，也让中永和的店家有机会付出爱心关怀长辈。因为我们老板一向很热心这种公益活动，我们赞助了300碗面线。网络串联的力量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，不怕大家没有爱心，只怕没有人号召。接下来他们要持续深耕社区，成为社区里的阿公阿嬷最好的陪伴。我是永和人，赞。数位天空新闻永和报道。